我们会采取类似像固安现在提出一些前店后厂的模式，比如说一些公司可以把它的研发，还有注册放在我们这儿，但是可以把它的这个工厂啊、制造可以在这个固安或者河北的一个产业用地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关于这个人才这方面，这个咱们河北呢，这个一些这个招商人员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招商局进行这个协同工作，我们共同的对接项目。对于企业来讲呢，可以提供更多的一种落地的一种选择。截止目前，京津铁路累计铺轨是59公里，现在正以每天日均2公里的速度，在快速推进剩余工程。